给你们看看秋日森林的物价，五星普通盾牌35000没人要，五星雨战盾牌54000，五星雪地盾牌55000，五星典藏盾牌200000，四星喷火器36000，四星雨战喷火器66000，四星雪地喷火器120000没人要，五星雷托26000，五星斩马刀550000，五星的银溪战盔54000，守望者护盾最低价78000，五星的守望者护盾也只要105000。秋日区的进化装备市场几乎都已经降到不能再降了，你们区的物价有秋日的这么低吗？